用阿妈的。你要用怎么煮？你干煎也可以，清蒸也好吃，煮味噌也可以，哦，随便煮。它的肉真的很嫩。那有要吃的，去市集那边500块都。人工买500，我讲唔买500。你头家无住，我讲小伟开400来，300块，就前面话人工来300块，300，哎，人工可以啊呢，无人买金钱哦，300块。一个买了，盐工，加芒梅啊，加三百买袂对吧？加三零，来300块一个买了，这个肉很嫩，它没有刺的，300块，完了没啊？我好像有吃过，记得不要欠你，来300喽，300块，我好像有吃过，拼拼的啦，来啦，你哪有恁真啊？靠呀，我好像有吃过这个，我应该要检查的，金妹妹，应该检查出来辛苦的，过来招呼本大，谢谢，来300块，我要求我跟他面对的，你面对啊？是啊。你量不要吃啊！啊，真正量对了。贵客今日来300块来阳光，最后两个人给阿妈人来300块拢准备了啊，最后一位了，哎，有买到呀？好呀，安尼了事啊，来300块，最后一位，杀好了，耶！回嘛。安尼哦，对啊，你内行的阳光无可能俗，我真正乌白白要紧下班了。来，二蛤蟆好来呀，二蛤蟆好后人来，啊，小刚上店的，谁点小卷的？没有，没有，我就先捧走哦，来，我紧，哦，小哥就捧来我的面头前啊，我先交我钱，卖俾1000啊，这个叫山区的阿妈嘞，山区阿妈嘞，500块来，再个大张就破晒啊，真系我好，来500块小哥，500块，不借啊，等下我一卡，你做一卡啊，但是我让你蒸啦，油啦，好，系啦，好啦，我未必蒸嘢，好啦，哎，小哥500块，有人要吃无？你要准备等下，你搁要放下重要。阿妹啊，都四卡未到你啦。好啦，来我，你搁招两卡得，我贴一卡。我买送副片的。来，你买咩送哦？啊，你买搞小青哦。哎，我先抽单诶，这单我送。来，小哥500块，有人要吃小哥无？无大尾啦，但是身都真正水，你看见，真的很漂亮，这吊灯用吊诶，所以身都绝对水诶。啊，不过哦，相对的价钱比较高。你想要吃好吃的，来500块来，这边多，这五块我帮你买过来，我只要先到的，来500块来，你请是九根啊，不是三根啊，来500块，来恁两个人去买买，来500块来，招一个人去吃，来500块，小根啊，七分，吃一个饭多好，来500块，最后一个小根啊，500块，拢总买了，要收这500，这剩你700就算少啊。我卖你500块两个，来要吃小干无？有啊呀，我这里卖的小干真的是漂亮。是鱼龙水是什么东西？阿妈是皮肤啊，阿妈啊，给我来。你们讲什么啊？阿妈，我炸嘞！你来，有买阿妈来麻烦钱包好啊，嘿，真紧真紧，给他包速度哦，真紧。啊虾啊哟，虾啊袂买着哟，来红沙来金枪鱼大只哦。大尾哦，不是小尾哦，来要吃开1000块得，1000块谁要吃红沙？谁？什么长沙？1000块敢会收钱？收钱哦，我怕分买两千块得啊，1000，收钱呀。但是你看好，它真的很大只，超大只。这两只加500-600块了，来边加500块完了，大哥。基本上两嘴，来500块来。金枪鱼，小姐你也要？来500块，哎，3只8900块了啦。来，给你挂台，稍微1000块到位啊！来，最后一个人给500块来，红沙，来500拢准备了哦，金枪鱼，红沙500，来好，谢谢。煮汤也好啊，这那种鱼啊，那煮蛮好吃。鱼皮多无买着要来200块我给你，来300鱼皮来200都。鱼皮，四目鱼皮1包1斤重，100粒、100白拢有人买，2包3粒，3鱼，300来200块，我白来，来300鱼皮200块来，不是1包200哦，这1包也给你哦，来鱼皮200块，够人要吃鱼皮无？这无饲，这无饲，这个猪脚是汤的，大概要要，这边25包，哦来200块来鱼皮，来200块鱼皮够人要吃无？来200块，通通有了啊！我刚才搞摇头，我嘛无20块，我包糖而已。来一杯200，拢准备了未？哦，我咪叫咩？你家己冲着好吧？哦，我食只好哦，知心鱼丸呢？我这很钓味物件，嘿，是西人嘅啊！你较少看到我卖这啊。他们里面是包起司的，超好吃的。来，但是我靠，足贵哦，一包啊，差不多300公克左右，80块了。哎，不是哦，不是300公克，好像是100公克、200公克。哦，我照顾不了，别急起来。老妹，借200块完了，知心鱼丸200块来，200块。
冷巴冷巴，跟你讲这样怎么弄啊？这个就丢火锅，来两百块，丢火锅会爆浆的，丢火锅会爆浆的。冷巴五两杯加芝心鱼丸吗？丢火锅煮煮什么？煮汤煮火锅，都给它放点下去，真的很好吃。冷巴火锅两杯金钱，这一定很好吃，超贵的呢。这个一定超好吃的。冷巴多少钱的金钱哦？来冷巴过来，我爱讲，你就想说，我买你小孩，一盘冷巴可你买袂掉啊？足久无出现啦，互恁欢喜吃。一盘免两百，免百到百，百百，我来一百块来。你就想，是甜的福州丸。甜的福州丸。来一百块来，一百块来啦，没有秀啊。对啊，这个很好吃。你们两个为什么不动？不要吞口你啦。要请假做伙食来，我不开腿。我本身嘛不爱吃起司，我吃一百好。好吃啊！啊，也要看什么物件？来，我等下看边，那边一百块卖唔掉呀！来好，这边吃半碗，来两百块啊！来，谁要吃半碗的？来两百块来！快讲哦，这大卖场路那边半碗哦，来两百块，今麦开始要卖完了，对吧？刚才隔壁有一对男女朋友，刚才隔壁有一对男女朋友。大脑大脑来啊！然后女朋友在这边站着不走，来两百块，然后一直买一直买。她男朋友说好了啦，好了啦，我们才刚买而已，我们才刚买而已，你就一直买。两百块来，来两百块，对啊，两百块轻松愉快价。哎，讲完够了没住不？两百块没啊，我叫个三妹来两百块来，回头家也无滴个，来两百块来，吃爽快。来两百块，进来进来。无啊无啊无啊，讲完不该坐，我卖完就无啊。来，这盘拢开着，来两百块，两百块来，紧。讲完卖两百块，做人要吃讲，哎，虽然讲完很贵，我明天来收收伊啊，来两百块。到有人要吃，讲完了无？讲完了。拢准备来啊，迄个乖。啊，走无去啊，我叫准备讲，来两百块拢准备了啊。我等下比较少的啊，因为今天讲完不该。有人要起啊？我等下不不落去啊，来下次来，来要吃海贝的，买五百。海贝要只开四百，唔免，互恁大家拢买，对，一盘六个人客，一盘招四个人客，分到拢总互恁啊，这样开三百，两百块啊，两百块来，要只金钱哦，我要招两份，搁在你买，来两百块来，这你买四份呀，好，来海贝两百，金贝，今仔虾啊，足紧就卖完啦，来，今日两百块来，两百块，几个客人要吃虾子的动作快啊、哦，四份就是一盘的地方啦，对啦，来海贝两百。安拢装备了啊，你要两份好。好，我知道，我知道。来两百块，安尼拢买有啊吼，不也买来紧嘞。来两百块买三角啊是无？好，来，安尼几个买？七个。七个呀，七个七个，这一盘四个而已。但这样我四包给你弄我做伙啊。来，有要吃咯，要切一片。好 ，OK， 但客气，你看好公平。来，有要吃挪威鲫鱼片的来，一片85，80块都有人卖。老要吃的买500，我看伤济了。要400来，300块都，300块来，干那两块百那个，小等一下虾啊，随好。来四条，3二啊，来300块，啥要吃挪威鲫鱼片的？伊无大地人，讲天经的啦，但是伊足高，整起来足芳足好吃。温迪啊咯。来5条，你唔免400，来300块都，300块招一片无？挪威鲫鱼片十块片走未？走来啊！啊，无只得个少年，来300块来挪威鲫鱼片，啊，佫袂来买金钱哦。头家真金无要来，头家甲咱派阿姑啊来了，边个咧？嗯，这两个佫请，来300块呢，300块挪威鲫鱼片，小姐你要鲫鱼片，你要整个皮包都给我，这样我会害羞呢，因为我害羞，所以再多送一片，不是500哦，来300块来，挪威鲫鱼片来300块，袂较紧的来，三百来。来四条哩，来五条哩，来六条哩，七条、八条、300你买无啊？500块才买得到啊！七条搁请你，来300块，挪威的鲫鱼片真的很好吃。你用煎的，你用烤的，包括你用气炸锅、烤箱都可以，非常方便。那个说要留1000的那一个来了吗？客人要吃挪威鲫鱼片嘛，来加5条加6条。那个说要留1000的那个来了吗？公斤啊，8条300的已经出售了。这个张志宪你来了吗？各位姐来，挪威鲫鱼片。还有谁没有买到的？动作快都有了哈！阿你妈带看我，来老大伯来，来300块来，老大伯吃饭各位，我不忘记搞烹调，你个看看，来300块来，300块都拿到了哈！阿你猛上听，你袂靠我讲啊 ！Hello， 来，你要什么？我也好。好，阿哥别吃那位来，三哥来。我你弄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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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你弄。
虾子刚下去而已。来，要吃沙甲啊，有水吗？虾子熬面包，虾子熬面包。是不不是人咱大买来五百块完500块来沙甲买五百，有人要吃沙甲啊？有无？来500块，五百，沙甲啊，到底有人要煮吗？哦，真正足钱，来500块来，来500块有没有沙甲啊？来500，哇，上点名。而且沙甲不是小买呢，这是大买呢。来500块来，我给你看，你看，有价的较买倒。来500块，要收这真正收好些，天啊！应该袂当两家大只。来500块，招头一个人加金钱来500，啊，开起了你也来500块，来三个买倒，啊，拢互你拿来。500块，沙甲啦，500块，拢准备了吼，换一个，这鱼啊真正钱不赔嘞，500块无人买金钱哦。降价，打折，我跟你们讲。鱼啊，这种物件介绍拢足死，拢固定伫遐，无可能降价来。我见，我足少鱼啊客起安尼卖无一个，一盘免800，免700、600、500，降价死啊我来400啊，三个人加买了，三个啦，拢准备了。哎呦，好，你要吃三个，刚刚讲啊，来，啊，搁要吃什么？你讲。葱抓饼啊。哦，葱抓饼哦。粉卷很包呀。来来来，各位各位。粉卷很包。哎，佛跳墙的喜欢来得，不是佛跳墙啊，葱抓饼的喜欢来得。来，要吃葱抓饼的来200块得，来200块一包1500块够非常好吃，会当做面膜。不要这么气啦！免200来，歹势啊，无几包啊，袂较紧的来。抓饼100块，100块，通通有了吼，连抓饼都有了。来，一包100块，通通买到了没有？有啊吼，谢谢。好啊，可要吃什么？你听讲。没行情，行情要去林店这家买。龙阿姨，龙阿姨来。国龙 ，Hello， 国龙 ，Hello。我阿姨买1800收这来500块来，来赶快来两个客人买就好了，大只的哦，不是小只的哦。来500块来，这边过来，来龙阿姨，上面讲龙阿姨动作快。来讲啊，今仔龙阿姨哦，对头俗到尾啊，拄只卖500吼，我今仔不爱花500，花好今仔龙阿拢大只。你要真呢？500块你买，就算做厉害啊！四啊五已经了钱，还400，来300，三个客人吃就好了。300块一只不到80块了，不要怀疑了，不要考虑了，来300块来。最后一个人给我阿姨，来300块一只，出没70块我嘛唔知你个人单上。我来帅哥回来，紧嘞，300块来，赶快，动作快，动作快。来，阿要吃白大哦，大金块来啊，吃我阿姨啦。这有鲑鱼未？鲑鱼有。这个麻烦姐，这盘你甲插落去汤下，安尼等下等汤里边淋几滴汤去，来鲑鱼甲取出来哦。大箱做大地箱，然后要吃白带来有水无？这两块，你真内行哦，你请加盘，免500、400，来300块啊都，来3条、4条，你啥物吃白带？等足久啊，起码甲水条歹势啦。来6条，你来免500、400，来300块，招一个人去吃无？来300，不然要金钱哦。好，这到底是来啊？没来啊？我先做怀疑。啊，无我咧订咧，肯定啊歹卖啊咧。来，免500，免400、300，招一个要来。这6袋300块已经算作少啊，白带这作贵，尤其这拢中通。来，一个要300块，拢捧过来300块，代表少代表完得。好喜欢我电话，安尼等下看咩淘汰。赶紧啊！啊，等下我银行走一走，出门带就成了我啊。来300块来，300块来，白带，中通拢准备了未？来300块，通通有了吼，白带。来300块，有人要吃无？拢完两个人给了哦。来12条，你来300块，白带，中通来，300，300，300，拢准备了未？最后两位了，好，这白带安尼白白了，实在啦，有完得来300块，最后两位了，白带，拢准备了吼，白带鱼。来，谢谢小姐，你是要金钱哇，是要钱收费哇？啊，收费哇，我鱼啊先收开，诶，专心来接你的收费。哦，来，好，啊，要吃鲑鱼尾来，鲑鱼尾上面只系大块哦。为什么鲑鱼尾只大块？因为鲑鱼大只，鲑鱼大块，伊买啊就大只，大块来。没有，没有情人果，没有情人果，再花300呀，这是要够大块，这比大块胸都还大，也五分。哦，好啦，遐生活，遐生活。来搞钱。阮阿姐讲要等去台中啊，等去爸妈上啊。伊讲搞感官，有哪咧走走车咧？来，来两，这下你几分咯？我来，我两包。阿姐两分，来四分，来这头这下来。来好，谢谢。遐鬼话300块要吃？
我一个要吃而已，是吧？啊，要求啊，这不够，我收不了单。这箱比较放大一点。来300块，一个客人而已哦。来，想吃龟尾的，看这边 ，look at me。来，300块，来，赶快来龟尾。哇，今天我搞大，你地方超大块的。来，300块，龟尾。来，300块，来，够了，要吃龟尾，动作快哦。来，300块，要求啊，够了，大。来，300，抓起来没有？阮老大要呢，感谢啦。阮老大足久无来啊，伊讲头半个月来一摆尔。来300块，不过袂认真诶，因为应该是人愈来愈少咧。来啦，300块得了，真欢喜啦。来300块，300块来。姐，那个龟片适合你。一个要，两个要尔啊。来300块来，一定搁送你来。来300块，做三撮哦。啊，无多你来，时间拢较晚。迄物件卖完是正常诶，无卖完就是我诶问题啊。来，一盘500卖袂掉诶。300块，最后3个客人鲑鱼尾，来上好完了啊。这等于你啊替边看边加煎就做好吃啊。啊，无饲啊，用只一块骨仔尔，就是你看到迄块骨仔尔。500块买无一盘，来300块来鲑鱼尾，要死我一盘300块。来300好，人先客气，佫唔是无人啊，你看。来300块来。是唔是我收的？来鲑鱼尾300块，最后3位都有了哈。500块嘛买无，俾你300，这无饲，你中个军尔，来300拢买啊，拢买了哈。好，谢谢。来，阿哥买啥？今日已经讲，小小只500块唔买变300。喂，大哥大阿你好，你买买啊呀？我来300块，阿你好，阿你拢有啊哈？来，继续还要吃什么？来，赶快讲，赶快讲。蚵仔呀，蚵仔甲花花白白，来要食蚵仔糊的人加尔，开500开400来300块了。不要买300块的蚵仔，今仔用暗多困袂。来200块了，100块给你，来200块了。蚵仔啥物食？蚵仔大大买，走下300了，来100块请你，来200块一个买了。蚵仔200块来，200块等于了煎只蚵仔煎的，啊煮只蚵仔汤的，煮只海参买来200块。来有没有人要吃蚵仔？无来哈，无我要收来啊。来好，谢谢。来好，继续都要爱啥来？今日冰冻冰冻。都要吃哪个？鲑鱼啊，鲑鱼多少块钱呢？哦，头来来。鲑鱼头，我一个鲑鱼头。这个多啊，你这个。要卖呢？来两打九分鲑鱼头来。十包一块哈。来鱼皮。来，要吃鲑鱼头的，较紧的啊，要收哦。哎，虽然是鲑鱼头，不过规地拢看到拢是包。这一包1公斤，要卖450，要卖400块。老要吃，这包我邮袋哦，你来300块，这样买一包等于煮牛丝、煮米索，300，1公斤你要拿外当1000公克。汉哥，我要10包。要吃不？300，免来200块来，这样买一包来，用加九馒头来。200块了，来200块，今日贵的要吃鲑鱼头的来，用打九分就是鲑鱼啦。来500块，不，200块两口呀，我花500块，其他公我花200，刚刚贬低价值的，这一公斤真的是400-500块的东西，我卖你200块，而且很新鲜，我们都有自己吃过了。来200块鲑鱼头，多少钱？给价了啊？这个18了，你厉害啊！好，等下拿钱卖。来算你500块，一个买了，大地啦，大地价了，无啊？你看你要大地，你跟我讲，哎，够有遐大地无无啊？来500块鳕鱼，大哥好，来3条哩，来4条哩，来500块一个人给价呢？鳕鱼500块，4片500要考虑哦。一个呀，卖小气嘛，来钱你别给的，来500块，这条都给的，来500块一个客人而已。鳕鱼500块有啊呀？哦，我这五十块吃蛮好啦，这才多少块我连算你。来鱼皮给我钱，我要10包哦。10包你落街来，来要吃一盆200块来，一包800了，来200块。10包还是9包？10包卖你200，7包卖给我送你，来200块，两个人给吃了。一盆200块来，一盆来200块。来，今年200块一盆拢准备了啊！来，你10包还落街啦？来啊，鲽鱼，哦，黄金鲽鱼嘞，一包两只，啊这边走。买500哟，来，有要吃的来哈，我听无，来200块来，200块，黄金鲽鱼买200咯，200块安尼6只，安尼8只，安尼10只，黄金鲽鱼足贵，黄金鲽鱼就是小只鳕鱼小时候啦，哦，啊赶快无市中的棍俩，来来，我掏一包给你看，这就是2只，头2只，尾啊2只，头切开，尾啊切开，因为头尾无3把，所以咱出辛苦俩。
加十只啊，五包哦。要煎无？要炊要红烧？要餐厅就有啊。来两百块哦，两百块来招一个人，一个房金蝶鱼，两百块。可以再等一下，没关系。这五包两包你袂晓吃啊？来，给你送一百块好了，一百块来，一只黄金蝶鱼出十块，来一百块黄金蝶鱼，会晓吃袂？才六只，才八只，才十只，恁可能我倒啊，我咧话以后歹话，我紧欢喜倒。后抓唔通甲我讲，你要借介绍咧哈。来八只，来十只，你黄金蝶鱼，你红烧，你清蒸，你干煎都不错。来一百块来，到时候你开小钱就吃得到黄金蝶鱼啊。来一百块来，一只乌白白。我嘛唔知有收唔对，说错信息的呗。来一百块来。我讲你收唔对啊。一定是的。一百块来。你老欢喜得，欢喜得。你有可能一百。歹势，我即阵吼欢喜得啊，了钱嘛不要紧。你有可能一百。来一百块哇哈，来继续来来。现在一百差不多。拜托，因个咧怀疑个。来，花枝手卷来了，这个有吃过就知道好吃。这里奶昔干嘛都没料。哈哈，有没有见？